美国国务院近期批准了一项费用为5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，那么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？谢谢。外交部啊，已就此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啊！我要再次强调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我们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，坚决反对美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，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。谢谢。